八珍的月餅選擇是非常多姿多彩的，有最傳統的雙黃月餅，雙黃最重要就是蛋黃，我們用最新鮮的鹹蛋黃，用我們的獨門處理方法，令到每一個鹹蛋黃都是漏油的，蓮蓉和豆沙都要炒得夠香和夠新，令到這個月餅才好吃的。最後用師傅的技術令到這個傳統皮包住整個月餅，皮薄餡靚，非常之美味。亦都有我哋嘅果仁月餅啦、藍莓五仁啦、金華火腿啊、攬仁啊，亦都有我哋唔同款式嘅奶黃月餅啦，口感鬆化，最普及嘅金沙奶黃啦，非常之香斑斓味嘅斑斓奶黃月餅啦。同埋口感非常潤滑的流心奶黃月餅。最後亦都要提及我哋嘅最受歡迎的十黃月餅，是一個大嘅月餅，入面有十隻漏油的蛋黃。非常值得大家同家人去分享嘅。